鸡碎华仔，华仔。对对对，过去过去，什么情况呀？你下来你就把我。哦，咱俩都是好友了嘛，别搞那么陌生。前几天我拉你打那个度假的，你还不要我打？人家带着小姐姐打游戏嘛。那好吧。新装备呀，800块钱的帽子。咦，这帽子。M24，三级包。你怎么老是跟着我？那里有装备呀？哦。M24，还是没有弹夹的嘞。哎呦，那我讨这个给你。你那个不合适，我这个还有个三级包。那你这个帽子我戴一下，我热得很了。那我戴什么呀？哎，公安，请你赶紧走。这个队友不知道死哪去了，找他找了一两个小时都找不到他，等我再喊一下。队友，队友，队友不会掉下去了吧？不可能啊，这下面也没人啊。算了，估计打落掉了。这边好呢，还是走那边？啊，在这边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人都没有。哎呀，好累啊，在这里蹲个点。哎，前面怎么有两个人啊？给你来个马后炮。你快点呀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到不到？哎，后面马后炮。可以的，玩具车又把你放倒，玩你家两个人。哎呀，你这小子怎么一直倒啊？我才倒一次，好不好？快快快，看看他在哪里！原来是这个老六啊！这小子枪法怎么这么准呀？他怎么老是打你呀？我咋知道呀？走吧，赶紧走，此地不宜久留。